马上就要，我看出来了，这就是一个死循环。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让我们一直这样跑，这体力是有限的呀，这跑了最后我累死了。 我不行，我需要歇会儿。所以呢？所以就要放弃了吗？各位，生旦净末丑，我们已经走完五轮了。我们发现了规律，有新信息的话，或许这一次我们能成功呢。再坚持一下，相信我们自己。 说不定可以，加油！哥，我们走吧。你去吧，我们就在这儿。哦，你再坚持坚持啊！哎哎，大鹏。 我看你这几轮都没怎么动过，要不然咱们这一轮换一换，让我喘一口气，就一轮，哎，啊，我这次就到这里，你很近呢，就换一轮行吗？换一轮，换一轮，这就行意思，行行，哎，谢谢说，谢谢。 哎，我这儿就位了，大叔，你们那儿什么情况？是不是换牌了？嗯。 啊，就没事，我跟大叔换一下，跑几轮的把我跑累了，都喘口气了。真奇怪，这次怎么广播没响？ 我们差哪个牌啊？嗯。秦哥，快跑！ 这次追的是空白牌，空白的，快点！所有人，我们同时下牌，看有没有用。没反应啊！ 我这个也不行啊！啊！谁救我啊？加油！啊！江哥！ 哎呦！
哎呦！Thank you.
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危险还没解除。刚才那牌是怎么回事？牌会自动回到，没牌人的手里。我们刚才刚好利用了这点。 国内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 AI 的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喂，哎呦，有没有人？救命的！哎呦，喂，哎呦，你别吓哥哥，你不要吓哥哥，喂，哎呦，护士，怎么了这是？快快快，我叫他怎么都叫不醒。伤了床昏迷，准备急救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准备急救了，让一下。哎，医生，医生。 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出来啊？把牌给我！救我！陈云，你说阿勇不会醒不来了吧？
不知道。你说，会不会是因为阿勇在鬼楼里出了事儿，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的？鬼什么楼啊？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那就是个梦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破罐破摔有什么用？有时间不如多想想到底该怎么办。你管好你自己吧。哎，医生，哎，医生，我兄弟他到什么情况？患者目前处于昏迷，初步诊断是酒精中毒，我们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措施，效果理想的话，今日之内意识可以恢复，但如果后期病情加重了，我们会把他转到 ICU。酒精中毒就还行。大夫，你确定是酒精中毒吗？喝多少？酒精中毒因人而异，和饮酒多少、饮酒量、饮酒种类、血液中的酒精浓度、含量以及个人受耐程度都有关系。喂，喝不喝啊？快点。你是医生，他是医生啊，你什么都不懂就不要乱说。医生，我们这边没事了，麻烦您了，谢谢了。如果他真的是酒精中毒，怎么可能跟我们一起去鬼楼？所以我跟你说他是喝多了呀，谁规定喝多了不能做梦的？可是你昨天还说这不是梦，怎么今天又突然是了？强哥，黑二到底在哪儿？我哪知道他在哪儿？他自己一个人出院了呀。臭小子，不知道去哪，自己一个人把他亲哥丢这里。他真的出院了吗？医生都说他出院了，你去问医生，问我干嘛？我昨晚我们一起出现在鬼楼里，现在你的两个好兄弟，一个失踪，一个昏迷。昨天晚上最后的广播你也听到了。恭喜各位顺利通关。这绝对不只是一个梦这么简单。春雨，这一切都太奇怪了，要不然我们报警吧，好不好啊？春雨，太奇怪了，报警。哎，先等等。为什么？现在鬼楼和阿勇他们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联，都只是我们的猜测，没有证据。而且我们要怎么跟警察解释？说我们昨天晚上睡着了，进入了一个诡异空间，里面的皮影都活过来了，还在杀人。那警察会觉得我们三个是疯子。喂，春雨，我是学生会主席年素兰，学校让我接你们回去，你们赶紧收拾行李下来吧。好。行吧，那你们就先回去吧。阿勇要是醒了，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。记得继续找黑二，说不定找到了他，我们就有答案了。你怎么跟那个谁说的话一模一样？跟谁？高璇啊，他昨天也跟我这么说的。学姐，这是来接我们的吗？哦，我坐不惯校车，我就派了自家司机来接你们。车又有点小，别嫌弃啊，学妹。这还小啊？上车吧。高璇学长，我想要做学校的三维立体模型，现在还差19号楼的图纸，要麻烦你帮我跟刘主任申请一下。好的，学长。师姐，
我们学校有一个叫高璇的学长是吗？对啊，高璇学长是科技大学的研究生，因为他现在在我们学校兼职做代课老师。不过他应该就过来代课一个学期。做代课老师？是啊，但他的主业应该还算是学生吧。其实他应该就比你们大两岁，是跳级上的大学，也是这几年科技界的新星。你认识他吗？哦，不认识，随口一问。也对，我就不一样了，他可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呢。